大陆这边，我没办法去阻止争议，恭喜你们自治就对了，嘿咯。啊，你用了不好，你还要来怪大陆吗？啊，不是来讲，这吼，我来讲哦，政治拢真侪骗术啦。哎，讲的搁一回事，啊做搁一回事啦。这若无人伊内底咧闹，那有可能互你送这个法律？啊，因家讲，这个刚好讲，刚好你们台湾也是猪头，这个反送中跟你们台湾是什么关系？你们台湾现在比如说也是一国两制，可是根本不，你们的一国两制跟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我还共工不一样，到时候都变一样了。那个进度就是事情安尼嘛。我现在跟你讲五十年，让你独立，拍摄哦。我那因为视力已经可以了，我要提早给你修了，提早给你修啦。免惊讲迄种诺言，伊跟咱民工还无同。我讲你若你看进度，我讲你笑着啊。